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是你的保镖，正在执行任务，保护大小姐安全，包括阻止你伤害你自己。是你。 我只想让你帮我把这个解开。抱歉，不过我刚才没有想自杀，我就想泡个澡放松一下，但是头痛欲裂的，就没有注意外面的情况。对不起，是我搞错了，浴缸里的不是血，是蔓越莓香气气泡弹，以前大小姐很讨厌这个味道，所以从来不用，我就没往那想。那您早点休息。大小姐，您应该吃药了，医生说有助于恢复记忆。谢谢。你干嘛一直看着我？我以前对你很凶啊。这是您第一次跟我说谢谢。是一真可怕。我家有个这么好看的花园，我却完全没印象。